那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其实只是一个小意外，就是前阵子把一些空拍的资料放到网上，发现大家都很有兴趣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陆续把更多的资料放上来了，只要是空拍的原子落胆哦，都在这边。那主要都是社运的现场，然后它是很弱很弱的落胆，所以说它转下来就是等它载一下哦，就是这样高解析度的某一个角落，所以你可以再用软体去把它全部拼出来，然后可以做什么用呢？也许你可以来精准的算人头数，到底哪一个社运的人头真的比较多。OK， 那这里面全部的资料都是 CC0， 所以有需要的就拿去用，也不需要另外标记，也不用再问过我了。好。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无人机的法规，那有些东西我们也是要遵守一些法令的规定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李婷。